在小丽家。朋友说，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了？小丽说，前几天有点发烧，现在好多了。朋友说，喝杯茶吧。这是我为你买的绿茶，很不错。小丽说，谢谢，我要吃药，不喝茶了。朋友说，那喝杯水吧。小丽说，好的。再打电话。周太太说，对不起，我明天不能和你们出去玩了。张太太说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周太太说，我儿子生病了，我要在家照顾他。张太太说，他吃药了吗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周太太说，不用去医院。昨天吃了感冒药，现在好一些了。张太太说，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。在小丽家。小丽说，你最喜欢哪个季节？小刚说，当然是春天，天气不那么冷了。草和树都绿了，花也开了。小丽说，我最喜欢夏天。因为我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了。小刚说，那我也喜欢夏天了。小丽说，怎么，你也有漂亮的裙子？小刚说，不，我喜欢看你穿漂亮的裙子。在小刚家。小丽说，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。小刚说，谁说的，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小丽说，你看，这条裙子是去年买的，今年就不能穿了。小刚说，那是因为你吃的太多了，少吃点吧。小丽说，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，我能少吃吗？不用。朋友说，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了？身体舒服。舒服，舒服。